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平方。我们今天来开场考试乒乓球这个比赛，就是在中山沙溪乒协举行的交流赛。视频中男士球服的美女是来自广州体育学院的，她也是广体乒乓球校队的主力选手。美女她的打法是有点特殊的，正手是正脚，反手是反脚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正脚速度真的是很快，对手的这个脚球是有点冒高的，被美女找到了正手拍击的机会。而红色衣服的美女是来自中山体校的，也是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，水平是非常高。蓝色衣服的美女是以15-13拿下了第一局，双方的一个实力也是非常的接近，可以交替上升。这种正脚打过的球速度很快，几乎是没什么弧线，虽然对手防起来也是有一定的难度。看惯了这种反脚的对抗，看到了这种正脚的打法，真的会让人眼前一亮。你给发包了没？蓝色衣服的门女性通过这种防守的速度压制，然后为正脚的进攻去创造机会。冇用嘅，你唔发硬嘅，屌个软丝啊你啊！六一六，拍完啊再拍，你冇啊？边度啊？红色衣服的门女是以11-5拿下了第二局。哎，三打六，拍六局啊！对这场考水平的比赛有什么看法呢？来，大家请问下方留言互动。我们可以看到蓝色衣服的美女是常注重做弱点的调动，通过一个弱点去牵制对手的一个发力。又是一个弱点的左右调动。蓝色衣服的美女除了她进攻能力很突出外，她的防守能力也是很不错的，就像这球直接扛了一个回头。最后是蓝色衣服的美女大比分2-1赢下了比赛。